我们要穿上五哈特有的制服去找球员，大家把自己的队服换上。司令，穿这个？这是啥呀？太 low 了！哇，一定要这样吗？脱吧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鞋呢？不，鞋直接套里了吗？你本事真大！头罩要戴上吗？啊，这样的。越越越！我穿不上，我的裤子我都接不到。为什么要下蹲呢？好，我们出发。其实咱俩不羞耻。这好羞耻。王冕，你没有羞耻心，你不要脸。他是鹿晗。明天有场比赛，邀请你们。我们可以选择。最后决定，就决定你把衣服全脏脏了。哎，别这样。我代表我这个队啊，给大家带点。你抖啥呀？紧张，这叫用心。你两个表演科目三吧。